陈莹呢日出席新春贺年活动，为大家送上祝福。农历新年好快就到，陈莹都趁机放假休息插电，早已计划好连串行程。我好似会 plan 去 Vegas 玩几日，同家姐，之后会滑下雪啊，食下嘢啊，都因为真系好耐冇见过屋企人啦。咁之后翻到嚟之后咧，就好似做两个 trip 系未 plan 嘅，都已经 plan 紧，都仲有两个 trip， 都九九十十噶啦 ，firm 到系啊。不过即系真系去嘅时候先至再同大家讲嗰两度喺边，一个系做嘢嘅，一个都系去玩嘅。咁就系咁啦，系啦。咁丰富，咁你会唔会系去几耐到啊？去我谂都。飛到拍皮子為止咯，皮子而家係三月頭就開拍，咁所以係咯，咁難得我咁難得可以請假咁啊，梗係玩盡啲啦，玩盡啲翻嚟之後就要捱苦啦，開始捱苦。咁除咗皮子，仲會有啲咩新嘅動向嘅？其實拍皮子之前咧，我哋就皮子電台因為我哋啱啱又贏咗呢一個最佳組合獎啦耶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去一個小旅行，咁亦都係其實一個旅遊節目嚟嘅，都係都係公司嘅，咁所以就非常之期待，因為我諗我哋五個去旅行都應該會幾癲嘅，即係全班人埋一齊去旅行，係啊，咁好玩，工作與娛樂咁。讲到新年的愿望，陈莹就说吴京吴哥已经入了行十年，希望在事业上有不同的突破，想试一些新的东西，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可以试一下，或者新的东西可以试一下。有很多我其实很多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做过的，例如 MC 我没有做过啦，舞台剧我没有做过啦，唱歌我都是 唱过半首啦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都是可以试更加多的。那会不会派利是啊？今年我不在香港，所以不用派开工利是，因为不可以早派的嘛，早派不努力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就是所以回来了先啦。